去新加坡玩咯。我现在在羽田机场，要搭凌晨5点的飞机到新加坡，这次是有点远。我已经到新加坡的机场了，一阵忙乱之下搞不清状况，第一次出一个人出国就是这个样子。好啦，我是前两天才决定要来新加坡玩的，完全没有做功课，应该是说做功课了，可是太少时间。现在在找饭店的途中，我找到我订的饭店了，就在前面。我今天有一个健身卡，记得不？先寄放了行李出来走走，因为他下午2点才 check in， 所以开始我的冒险啦。觉得走附近这条街有点恐怖哎。还有很多店家没有开，有
没办法，现在才九点多，我要下午两点才能收听，所以就随便走。我已经不知道自己走到哪里去了，已经全身好黏哦，还没进博物馆就热的全身大汗，所以够大了，先吃个饭吧。天气真好，热死人了。刚刚吃完饭，继续逛这间博物馆。
气实在是太好了。这样晒衣服的，漂亮。这是我前天匆匆订的房间，因为这个旅行突然决定的，而且只有两天，睡一晚。刚刚太热了，流了一身汗，所以呢冲了个澡。里头还蛮窄的，铺了一些饼干，还有两瓶水，还可以煮咖啡，煮咖啡的咖啡机。吃饭的床还挺高的，这个样子 OK。坐下来休息一下。
今天的晚餐，吃完饭慢慢走回饭店。